丢了两个兵，嗖！你他妈连装备你都不带，你给我打啥？啊，你给我打啥？你说你给我打啥？你连个装备你都不出？假装插眼，其实不演。啊，致盲。兜儿，兜儿，兜儿。有情况！啊！为什么会来个劫？哎，三级 gank，我操了！我是真佛了，还是来皮孩吧，跑得快。人家给你多少信号？他可没给我信号啊，他点的是蓝枪，他可没给我信号，他点的是野区。正在报告。你好猥琐呀！致盲，兜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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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会儿，快踢死他！我要死了，漂亮！他稍微再踢慢一点，我就死了。你血亏呀，小伙子！哎呦，我这剑魔，血亏呀，剑魔！哎，我应该笑他。忘笑了啊！忘笑了，要笑着玩儿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快跑！带着我的小蛋，斑点狗。这玩一把积木容易脑震荡。正在报告。给我笑他。走。兜兜兜兜兜兜兜啊！正好蓝天来了，这波不亏啊！东西，我嘲笑你的诡计和蘑菇。嘿嘿。一二三，
哎呀，好难打啊！崴着芥末，打着建模，确实是不是那么很好掰。我们得利用我们的走位。蓝枪是不搁这儿呢？蓝枪没在这儿啊！我笑你，兜兜兜兜。放几个蘑菇，往这儿放一个，往这儿，往这儿放一个。整装待发。等等。Killing spre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等等等。蓝枪是不是要来了？嗯，往后边放个蘑菇。哎呦我操，可吓人了！兜兜，哎，往这边踩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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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居然不害怕，我怕建模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去前面看看路。建模现在这波没闪现，我们封着他一波。兜兜兜。兜拽回来！有迅疾！你走吧。我隐身。这剑魔这波不把他杀了？好踩雷，吧，兜兜兜兜，踩雷了，忘笑了。他追他的时候应该笑一下的，你知道吧？追他的时候，这雷撇的。了，回家了。先来个蜡石之牙，配上一个小戒指。正在报告。我们应该是无敌了。出个鬼叔吧，这把。
这蓝枪一看不是出盾弓，就是出狂风之力。万一出盾弓，俺们还可以捡一捡他的整信装息。待发。好了，去前面探探路。兜儿，兜儿，兜儿！你别跑啊！你俩跑什么？我拆塔了啊！正在报告。兜儿，兜儿，兜儿。怎么回事？就剩我一个了呗？你还得，你还想个五杀哈？来上来，我给你五杀，看你能不能拿得到。撇两个雷，好，放在跳弹这个位置，把蓝打了，中间放一个，有迅疾。哎呀，这建模也不出来呀！出来了，出来！我把雷撇这里。嗯。兜兜兜兜兜兜，踩个雷吧！啊。没事，蓝枪来了，让他来。哎呀，哎呀，俩闪现是吗？这不玩赖呢吗？那回回拿闪现换我闪，讨厌呢。第二回了都。把蓝莲汉的苦楚除了，除完以后我们整个沙漏这一把。由于对面这个劫比较的肥，我们不能成为他的下酒菜啊。你能不能守个钟啊？一只高德莱克，那跑个屁！有那么好跑吗？来人，我看这个来，我看这个来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哥。下路快干，兄弟们。哎呦我，一顿飞呀，这几个人啊。
建模的队友有点多呀。1000块钱，我们血赚呢。哎呀，这1000块钱啊！赶紧来个沙漏，他就是个弟弟。怎么 ace 了呢？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其实已经有点无敌了。等我这沙漏一做完，游戏即将结束。是长官。刚才的职业把我养的有点肥。管啊，我们继续带。有情况。积木最二的一个决定就是去参团，知道吗？就带，就愣带，把中路守一下，高地别掉啊。我不明白25-20有什么好投的。打个蓝 buff 去，没办法，刚才他给我瞪着了，我只能把这个金身给交了，我不交我要死。哎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杀建模去，我估计他不能走。哎，这为什么卡 bug 了呀？哎，平衡差一点点。我浪费闪现，我不闪我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，我还浪费闪。这积木这玩意儿多弱呀，压他妈腿吧。队友能守得住就守，守不住就算。再见。
三打三应该没啥问题吧？在这等一下这蓝枪啊，看他蓝枪来不来。呀，他居然知道我搁这儿。兜兜兜，死了吧？如果不死，说明什么？哎，为什么蓝枪没死啊？我操，这他能没死啊？他是惩戒了，但是他惩戒之前，我那下平 A 已经出去了，他是后惩戒的。回家吧。兜儿。他哪有影魔刀啊？我一看他也没出盾弓，他还出的狂风之力。在他惩戒之前放大招的时候，他就应该死了。我那下平 A 都出去了，阿道狼回血了，可能吗？不理他，我去前面看看路。再见，走走叮。来个鬼叔，嗯，给他们家里边种点吧，不带上路了，上路带不了了，得带下路了。你能不能先往底下插个眼儿？家里边给他们种点儿，完事我们去下路带。走下家吧，嗯，别死去了，炸！三打四，守个基地吧，三打四，别死了，三打四守基地，看看基地能不能守得住。不是太脆了，这是人家杀的太多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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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哎呦啊，差一丢丢。